言，你走得那么快，你负责打探前面的情况。嗯，紧急情况，前面有像你说的铁疙瘩。什么紧急情况？好好说话，这不是铁石，是碎石。什么是碎石？这就是火石，找的就是它。我知道。怎么没有燃烧？一块石头不行，碎石和铁去打击会产生火花。每人带上几块，我们回去吧。感谢鸟神送来的火之子。鸟神啊，你为什么又将火之子带走了？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？